的心只有你。拜拜拜，风雨盛开，战斗一场完。靠过来，真心就要坚持不放开。爱爱爱爱，大声说出爱我不偷懒。爱情用时往前就变得帅。想想的，想想的。之后呢，第一次见到多惠，我为了今天呢，我准备了两句韩语。안녕하세요저는林상입니다첫포켓스미다반가워요可爱。多惠也谈一下今天第一次见到林상的感觉。일단너무보고싶었는데보니까너무기쁘고실제로보니까더예쁘고더귀엽고너무친해지고싶어요감사합니다能交流起来，你觉得就是会是顺利的吗？我觉得很顺利，因为我觉得多惠的那个表情非常的丰富，很能感受到她的热情。我就会问她说：“哎，这边要怎么做会比较好看？”可能请翻译姐姐帮我问一下，说：“哎，比如说这个摸头、这个甩头要怎么甩？”对对对。然后自己有看过她之前的那几场电影。哟，真的是太厉害了，真的超级像韩国女团，我真的衷心佩服，希望我有一天也可以成为这样子的。谢谢。처음보자마자저한테한국말로인사해주셔가지고너무감사했고저도잘못하는데대만어로막이렇게하려고노력했어요就有希望之后会带她去品尝一些台湾的美食。台湾的美食，我有听说好像很喜欢臭豆腐。我自己也个人蛮喜欢臭豆腐，我可以就是带他去我家附近的小吃店吃臭豆腐。好吃，啊，好吃。저번에야시장에서치어리더분들하고먹었었는데생각보다너무맛있었어요。最近才刚从韩国回来，我觉得韩国游乐园超好玩的，我也想要带他就是来体验台湾的游乐园。我看过，你看过？看过照片。之前因为都有传过一些，就是一直在说林湘跟那个多惠都没有见面啊，是因为故意什么后不见后这样。我是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刚好就是我工作的时候就在球赛前就排好工作，所以班表前面就没有班，所以刚好才一直拖到现在才见到多惠。大家那个都是网络谣言，不要乱听信。哦，저도얼른보고싶었는데빨리보고도못봐가지고아쉬웠는데이상한소문없었으면좋겠어요。谢谢。